11、12年级去到那个 UHS， 好学校，那个好学校。真巧。Right, one tip. I don't want them to use that door. It's not for actors.
早点结束好不好？你看我这边早点结束。
错吗？对啊，很简单啊，我记得很记得。我知道。快攻你要减一分钟，每次快攻都要减一分钟。去那个 library 上面，我这个学校也是很烦的。哪个校区啊？你去 QT。你要去哪个校区？去当当那个，不要去 SC，SC 很垃圾。对。不要去四家网那个，四家网那个没多好。你挂科了，如果真挂科了。就不会再让你上第二次了，很差劲。One left. Here. 滑铁卢挺好的，很厉害了。学 engineer. 你想学 engineer 呗？可以啊，滑铁卢很不错啊。那个 co-op 项目挺好的，你就毕业就有工作。你在平均分多高吗 bro？ 我现在你平均分高吗？还行，就是度哇挺高的了，保持了可是我拿个大学分的录了。我当时毕业是多少分？我当时毕业是89分，什么学校基本上要我。
I know there's some beat in it. Yeah, it's for it.
他都遮住他了，他的饭遮住他了，而且这饭挡住了，挡住他的视线。Oh. 不要等认真了，他妈的是打不赢了，你给他们快攻的时候就扣几分钟。打游戏，我不怎么打游戏。以前打那个英雄联盟，打很疯啊！我操，十年级的时候真的是天天都在玩，我操。你打啥游戏？平时你打游戏吗？哪个？哪个？没听过这个。听过了吗？没听过。就先说二点。没听过。就那个哦，我知道你在说哪个了，就是他有技能放那个对吧？那个。那挺好玩的，刚才没人玩过。又有打架，我打干你坏东干你东
叫啥名字啊，老弟？
丢这球。你看裁判都不想吹，太无聊了，这么。少了一个，他妈死！我拉你呀！玩球鞋吗？平时喜欢球鞋吗？球鞋，嗯，还可以。最新的 LeBron 才有的那个。卖了货啊！我卖球鞋了，哥。卖吗？我卖，我是贩子。我上，我上 ！Yes, sir. Yes, sir. 我给 Chris 卖我鞋，他不找我收鞋，我没买他，没卖过他鞋。输过他的血而已。之前不是跟那个老汉熟嘛，就他们一直上他们关注了他，就问了一声有没有钱给我，想他妈干，但他过了他妈一两周再回我，他妈应该是个傻逼啊。
hands up. How about head? How about head?